挥切菜功夫，上百位志工在大寮厨房烹煮一道又一道的年菜，还精心摆盘，每一桌都不马虎。过程中，同时也在精进自己。很高兴来，因为平常其实在家没什么做料理，来这边，对，学习学习切，对，对，有很大的收获。全球慈济家人共聚一堂，享用丰盛的素食年菜，这是大家一起成就出来的美味佳肴。今年的团圆饭热闹滚滚，很高兴啊，很欢喜。那么啊，也感觉到真的，我们慈济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。上了齐声拜年，让金社现场充满温馨，祝福彼此新年快乐，也收到福会红包，来年也要增福又增会。真的，因为上人那么辛苦，还要照顾到大家每个人，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弟子做的太少了，所以我们能够回来跟上人一起过年，太幸福。用感恩的心迎接新年，大家团聚用餐，也一同祈福天下平安。台视新闻杨爱婷、刘宏志，华联报道。